来，开始来个货，刷二只重要，去拢来当啊。好，一刷二只来补牌海，来啊，三块四块哦，来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要吃鳕鱼无？五百块够要吃刷二，要吃啥拢啊？讲哦，还是要两百三百嘛？我当买，一下下就后你无个，只有你只收着。下几包我袂。阿姨，来讲要吃啥物？ 不过，来我四百用，给加只。啊，玉美女，你要几包？好啊。这真正好吃啊！啊，两个。这真的是整只虾子下去做的啦，哎，这袂好袂难讲。啊。哎呀，真正咱叫做真材实料的，拢有啊，玉炸虾就迄边大哥阿妹啊，迄几只虾啊在做的哦，这拢袂敢骗，恁无买无紧，我你看。阿九。啊， 四包，拢有啊，有啊，我留咧等阿伯啊，我一工才十几包尔，你计是还贵，我差袂济。阿伯有咩啥物无？哪店哪买啊？来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即摆存两种口味，迄青酱加番茄，啊白酱即摆拢欠无。白酱现在要抽，啊应该这几天就到了。来，来这三包菠萝，三包一百块。好啊，我来处理。 你遐过一排啊，种用我烧的做好食啊，啊加一笼哦，啊买一卤锅，真好啊。啊，搁试一下煮看，比早顿干好食啊。来阿叔，阿红你试一下，你也无，谢谢你。啊这，这青色的这个对吧？青色的真实袂当讲，青色的。啊，阿姨你买啥物？恁今仔买食啥物鱼啊？讲起来鱼有够济哦，后壁搁四五千块，我无毛听了。来阿爸王起来，我帮买。恁敢若捌伫我遮买过我阿爸王？ 我阿爸，真正切个芳哦，来一百了，好。打起来啊！一百块，吼，一百块，真正好食啊！吼，这种的你甲煮汤面火锅吼，啊，就伊个你也煮姜母啊。上来啊！煮萝卜粿，伊两个了。啊，大你用几啊？这做位？好啊，来。大包青包。来。大包。阿姐，嘿，我来试一下来吼，阿姐看要食啥物哦？来。 一百块有咩来无？一百块啊，要是阿爸话嘛，我做落去，这这咱唔要。一百块都。哇！这要咩食啥？我讲啊。有我啊。我啊，有啊。啊阿公你出去。我啊，我我做的。现在我啊大只啊，这。大你有咩阿爸话呢？我无规矩，你搁买一百，这两百拢我你啊，莫搁啰嗦啊。我这全部拢你啊，你赚着啊，真正。 老板，是啊，你也算一百多，来，来，收。那我大大来看吼，伊即马客户即次哦，几乎即阵啊，我已经见哦，逐大拢甲六点外开始换，即马即次愈来愈高。来，一寡冰哦，来要食碗，唔免五百三百多啊，叮当当碎当当都无闲止。来，安尼才水，才水哦，来。 我想讲咧，一尾三百，两尾三百，三块。啊，这啊。啊，这就是要叫卖三本，四尾后里啊无，五尾后里啊，我大尾我是要卖六十个啊，但我啊个有两尾只无三百，啊？你块不用？我你块冰块，来，三百个有两尾只无三百块，我二三百讲个尾啊无，我就收啊，来谢谢。来，我你帮我收个地通哦，大大毛。来，我洗一下手的吼。今仔会共阮做青草的啊。 套条哦，OK。一海龟子哦，这没有壳的哦，伊这重要，而且我来讲，你去全年买菜都挂掉，你个切菜龟，你看六十个蛤蟆落去煮，真正有够，真正我无拢安尼煮。好，这哎，哦，这美女好久不见了嘞。这我要炒一盘一盘哈，啊，这这炒蒜头辣椒嘛会当哦，这一包炒三包，两包炒六包，我卖你两包了，你今天来炒两百块。哎，两个。谢谢大哥，好，感谢大哥的支持，两包够两百下无？弄盘哦，来谢谢，来感谢大家哦，我这白白白白白了。 你要啥？上面只套条，来这边只五百了，这个我只要做三杯海产，大只个只要二百五啊，来五哎，阿姊啊，感谢也是我认得人，你阿姊啊，真久无看啦，七八个哩，来五百了，来五百个，要只套套餐无？五百块要吃吗？五百了，拢有啊，我就七八。
来啊，有足侪物件，我想想来看，要磨呀。嗯。来磨，要只一千块了，一千多，一千块。这一条外口就六百，道具了啊，头用内底，两只千二，一千多啊，三只卖你一千，四只卖你一千，先加钱，这只够你一千块了啊。阿杰。手持者，手持者，手持者，想到了，手持者。然后英哥啊，足水的英哥。啊，一千块要是那个鳗鱼嘛，拢有啊吼，啊谢谢。那、啊、好，今仔透水你讲偌水，哎、欸，恁今仔要食透水，爱讲我遮水哦，青喷喷的透水无啊？来好，我开始来卖啊，好不？来阿祖拍去。来，来，迄、那个阿叔，我来介绍吼。来，到人要食这個、牛二两的无骨鸡腿，一支拢无骨头。这段用煎的就好啊，吼，一支煎百八，两支、三支煎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。来，你要食牛二两的排骨，先加钱的先加两百八二了，两百块了。来，这两支搁请恁啦，给咱整出来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。来，两百块要食牛二两鸡腿，两百块这真正好吃哦，这支调味调啊，所有啊，然后拢无骨头了，两百了。来，谢谢，是开始上分。路边要干单，月亮花枝拢来当，用干单的先干。来，看有人要吃这個，这个月亮花枝虾饼，这内底有南洋物件，月亮虾饼内底南虾，这内底佫有南飞机，这顿个真正的落啊，这个我真一个百五，两块真个三百，三百五百变两百块了，七百佫送你好无？新客钱的，等下七百块哩。这囡仔大人拢爱吃的物件，七百佫来两百了。哪里啊？来两百块，这真正好吃哦。来两百块，要吃花枝月亮虾饼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。来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的支持，两百拢有啊、哦。来，谢谢。大你也要想啊，要啥来讲？可以，可以，绝对可以，绝对可以。来一百了，好啊，吃不完买一百可以哦。啊，这你要搁爱啥话讲？谢谢。大家。哦，食袂了，咱买一百，等下真正这小朋友在做啊，吼。大家。这有飞机，有虾啊，拢有，吼，放心嘛，这拢袂孤孤单单。来，你也收起来者。来，铁路排骨好吼。来，啊，这我先介绍一下，这吼，这真正做好吃啊。这拢唔是我。面包虾、炸虾，预炸虾球吗？还是一只一只的？面包虾。那这铁路排骨，啊、哦，这一袋免三百，免五百，两百了。铁路排骨，这真正的了啊，两袋哦哩，三袋哦哩，四袋哦哩，好不好？五袋你也买袂到，先加钱的啦。这两袋卖袂，加咱前头囡仔吃，两百块了。铁路排骨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啊，两百块了。来，我是新货，来，这种的好，这嘛。来，啊，这里面几包？两包、三包、两包，就三包、三包了。好食啊！面包车剩一包、一包，要吃无？你付啊，免落啊。啊，恁敢有要吃这无？我今日要买一袋，一袋，一袋给我。为了要牛肉无？这牛肉哦，这一丝一丝，这东西切切的炒炒做好食。啊，你家用一包沙爹硬菜，一包炒鸡，还有两包炒五包，五包、四包拢免三包了。我三包、四包、五包你又买袂着啊？我先加钱来，一包搁送你。六包哩，三包有人要吃无？迄铁板牛肉，来收起。大哥，你敢要收啊？有人要吃挪威青鱼片无？五包、四包拢免啦，规箱拢互你啊，两包了。来收钱，只要讲话提交我袂，两包了。来，讲完要吃，大哥你要一包落去啊？我来介绍，我来介绍，我客家人啦。来，大哥，我讲完你捌买过无？会下无？吼、哦，咱别个一片，我讲完你吃看嘛。买无吃好吃啊，两百落去。好吃。真正无啥该趁钱啊，无该骗的，叫这真正光卡的，两百欧滴啊嘛，两百落。够人要买一百块试吃看嘛无？一百落。好吃。啊，你个试吃对过落。买一只。一百对过落啊，一百够有要下无？我变大龟。好。鲑鱼大的啊，鲑鱼大龟来。好，你帮我收起。要吃三公分物件，够青草的吼。来，鲑鱼要吃来五百了，五百块。好吃啊！这种用煎的就做好吃来哦。好，来，来，这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五百，四袋五百，来这袋啊，七袋麦克，五袋五百，六袋哦，来五百块了。来，来五百，够要吃红肉鱼无？这煎煎的足甜的哦，这规袋拢油质的哦。五百拢有啊吗？来，谢谢。够人要买啊，这要买几啊五的无？小家庭的。咱就厝少人啊，你要买五百买袂落，啊，咱买三袋等于煎，拢有啊吼，来谢谢。那个是什么？鲑鱼。这鲑鱼。鲑鱼。哎。好不？啊，这我给一只大袋给你好不？这只大袋给你，好、哦，谢谢。真正是大袋，无我袂讲了。好、哦。二啊五。哦，我想连做，今仔做啊，塞这给我卖。
送点五点二吧，三百了，三百了。小姐，来，收钱。这啊，当然你甲切到细条来擦酸啊，吼、哦，这真正你一条欲罢不能。哦，你甲切，你甲擦酸啊。唔管要配饭，要做点心，拢未死咸。哦，要甲配秘鲁，啊、哦，配 XO 嘛会当。五百、四百变三百了，好啊。来，我两条，你我三条，你这每一条啊，这箱啊，每一条拢用三千八来做，这是重点嘛？三千八叫做贵个。啊？啥物？我往个起个三百，哦，你要食咸猪肉无？咸猪肉，几块无？有骰子鸡，类似鸡块。类似鸡块，爱是圆个啦。鸡块是咪薄薄啊呢？啊，伊是圆个鸡块，啊，内底物件是同款个，敢有要试看吗？你莫永远食扁个，食只圆个。圆的、扁的、咖喱食，一世人拢食圆的，咪一世人拢食扁的嘛，食了会鲜。蚵仔那这两包干，就是要一包。小姐啊，伊这蚵仔有包咸啊，拢这一包百二，两包二啊，四包卖两百，三包、两包、四包，一条卖你几块钱啊？搁甲你包咸啊咯，两包搁要食蚵仔丸，够人要一百包，当去蒸看卖无？这真正香哦，一百块有人要试食，啊这要包过一包。是啊，一包有人要试食看卖无？一百块。小姐，谢谢大哥啊，感谢大哥。一包搁要食看卖无？拢有啊吼，来谢谢你们，啊，来谢谢大姐，来叫我红毛了，来，好啊，你到那边先弄三包，你要杀三包未？勉强。到那边就萝卜糕，三百五百片啊，现场那边买过我的萝卜糕无？我的萝卜糕吼，你外口绝对买无这种物件，吼，你相信我，刚才我只单买会到尔。好、哦，你唔相信？你甲买一份啊，当去食看卖，看外口买着济无？三百五百，免三个人客，一百五十好啊。